生仔未必就系福，要土心土要分屋，老屋飞入啲外来眼，鸡同鸭讲眼碌碌，眼碌碌。公公补不俗，看到望得俺们心发慌，大红花轿 I love you， 最怕日日要煲靓汤，要煲靓汤。南康北调一锅粥，我诈傻扮武啊够醒目，为求家和万事兴，哪怕乌龟啊投叔叔，投叔叔。去吧，妈妈，昨天晚上说好了，你可不能耍无赖哦，好不好？嗯、快点走，妈妈要上班了。不好玩，不好玩。哎呀，你看什么呀？多多从边头老改呀。就是呢，我要赶着去上班，这孩子呢突然又不想去少年宫了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要是没有暑假就好了。干嘛还？豆豆豆豆豆豆，你看这个，乐迪。对啊，这个是乐迪。不如你去上班，我帮你睇住佢，等佢同阿小龙玩咪得咯。哎，那好呀！哎呦，那谢谢，真好，没事，感谢感谢。系咪就呢个啊？吓，得啊，朱师奶，哇，你成个细佬哥头咁喎！阿尤美上班，咁啊多多冇人凑，我帮佢睇住下咯，等佢一齐玩咯。哎，你知道上班族父母啊，最惊啲仔女过暑期噶啦。哎呀，点止上班族啲父母啊，我哋开铺都系啦。我喜儿又系冇人带咯。咁你唔会叫苏伯苏师奶过嚟帮下手嘅咩？哎呀，佢哋去咗旅遊啊！佢話一班朋友一齊開心去咗玩咯。媽媽，我想同佢哋玩。哎呀，希兒啊，你喺鋪頭玩得啦。唔使，我同小林哥哥都得。得得得得，希兒乖乖乖乖，多佢一個唔多少，佢一個唔少，咪一齊玩咯。咁點好意思啊，祝師奶？咁交俾你啦喎。是小罗，你哥，小罗，喂，你怕？喂，好啦，你哋，喂喂喂，再跑翻屋企噶啦吓！喂，你哋，哎呀，喂，唔好，嗰度好危险啊！喂，哎，嚟，哎，嚟啦，哎，嚟，我嚟啦。哎，朱师奶，喂，你做乜嘢啊？朱师奶，怎么了？一只老嘢真系冇唔掂呢三只马骝精啊！哇，今日我顾得嗰个又唔顾得嗰个，搞到我几乎半条命都冇。小心，哎，没事。哎呀，多多啊，你是不是又调皮捣蛋了？你看看把朱楠楠弄成什么样子了？没有。哎呀，唔好意思啊，朱师奶，搞住你添。就是。我而家即刻带个女翻去噶。喜儿啊！執嘢啦，我哋翻屋企啦。我仲要玩多一陣。係你阿May啊，聽日可唔可以咁咧調轉嚟？你幫我咧就照顧一下阿小龍。哇，我條腰唔掂，我掛咗號，聽日睇下條腰。唔係，即係咁啊，祝師奶。嚇？點啊？即係本來咧就冇問題嘅，不過咧我就咁啱聽日就約咗啲同學出去飲茶。啊！不咁，如果你放心，俾阿桂元湊都冇問題嘅。桂，哇，咪搞。咁樣得唔得咧？明天呢把他们放到我家里去。哈，我们那个让他们在一起玩，这样很好一点。放你屋企，咁你唔使翻工啦。系啊，我都要翻工嘅。不过我想让朱师奶稍微休息一下，让你有点空的。哎，这样子，我有个想法，我想在家里装一个摄像头，我们一起来监督孩子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装个摄像头，佢哋自己喺屋企玩啊？啊，咁都可以试下噶，嗬？哎，那就这样定了。喂。啊，宋英啊，哎，这样子啊，麻烦你看一下现在市场上就是什么样的摄像头比较好用啊？对，装在家里的，哎，监督孩子们的。哦，哎，马上买，对，马上要装。
在不在长盛街啊？你快去我家看看，帮我看住多多啊！快去快去！叔，你能带我们去玩吗？啊，你想去哪里玩？我想去迪士尼。迪士尼？哎呀，哎，多多，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呀？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小朋友，叔要先走了，你把门关好哦。嗯，叔叔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吓死了！喂，几好啊，三条友系嘛，乖到不得了嗱。哎，宋云啊，你帮我看着那些孩子啊，我下班马上就回来啊。好好好，好，再见啊。哎，翻咗嚟，喂，啱啱瞓咗冇耐咋，嘈喧巴闭真系。你们怎么睡地上呀？啊，万一感冒生病了怎么办呢？点会冻亲啊？而家暑假嚟噶，咁我哋玩攰咗，瞓地下咁啫嘛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，还以为你们一个个中毒了呢。什么鬼呀你？你呀，中毒，你系咪睇电视剧睇得多咗嘅啫？即系攰咗瞓地下，打地铺。广东人好平常嘅嘢嚟噶咋？你说的轻巧，不是你的孩子，你不心疼是不是啊？还有祝师奶阿妹的孩子在这里，万一生病了怎么办啊？我怎么跟人家交代呀？啊，睇你紧张成咁嘅，你等我问一个问题。咩问题啊？喂，三条友，今日玩得开唔开心？开心。嗱，开心有咩用啊？我要开心。安全啊！系你班家长咧太过紧张啦。小朋友最紧要系咩？解放天性。嗱，踢我，系咁踢你，踢踢踢踢，解放天性。佢哋玩得开心，同你 friend 咪容易凑咯。你说的一套又一套的，这么有本事，那你来带呀、啊。喂。哎，小心啊！快快快，做做做啊！点解打成咁啊？玩得开心。打埋地铺添啊！啊啊！对了对了，宋英说，他帮我们带孩子。喂，我几时有讲过啊？哇！一天都光晒。哎呀，宋云你个人真系好嘅啫，唔该晒你啊，辛苦你啊。一日半日冇所谓嘅，抽就抽啦。叔叔，嗯，我好饿啊。哎，我都肚饿啦，咁我煮饭。我要吃炸鸡，我要吃薯条。吃完正餐再吃点臨審嘢吓，嚟！朋友与敌人。哦，好似系你啱吓。嚟，先嚟。哇，喜儿，阿宋云啊，我女今日乖唔乖啊？乖唔乖啊？梗系乖啦，一只二只乖到不得了啊！真系啊！我梗系啦，使乜讲啊？做咩笑？做咩笑咁开心啊？我今天看了监控，他被这几个孩子整得够呛啊！即系话我唔紧要啊，我当住啲小朋友面前讲啊嘛，俾佢哋听到啊，以后唔听我知嗲噶啦，得啦，唔讲你唔讲你吓，仲想唔想去玩啊？去，想去。嗱咁啊，依家婆婆去到嗰度买个鸡髀俾你食咧。我不吃。咁你平时冇中食炸鸡嘅？炸鸡我不吃了，我要吃饭，我薯片也不想吃了。诶，点解会咁噶？佢平时咪好中意食嘅？喂，小龙。有好似见到屎咁啊！难道这是宋晕的作用？
唔係，即係我諗啊，佢會唔會喺呢啲咁嘅食物當中咧，即係落咗啲咩嘢咁啊？即係我唔係話毒藥啊，嗱，即係好似婉玲細路仔嘅時候啊，咁啊中意蒜手指噶嘛，咁我就喺佢手指嗰度咧搽啲辣椒油啊，或者搽啲龍膽子嚟嚇佢，即係會唔會咁咧嚇？係咯，會唔會啊？那也沒有什麼藥對垃圾食品起作用的吧？我觉得嘞，宋云不是那样的人，你哋唔好谂多咗啦。你咁讲，咁我哋就放心啦。即系咁样啊，即系我哋咧就仲想啲细路就俾佢帮我哋带多人。系啊，系啊。啊，行，那我跟宋云说一下，看看他什么时间有空吧。哎呀，咁啊好啦，唔该晒，唔该晒你。咁佢嗰度唔方便，去我屋企。啊，好啊。我先走啦。系啊，唔该晒。书生好。好，非常好。嗱。你哋班家長咧，就希望你哋認認真真咁樣去做作業，作業就擺好曬啦，位咧就揀好曬啦。听啦，密码系5354啊！耶，可以玩啦！哇，喂，嗱，小龙，你想玩都得，嗱，你应承我，一定要帮我打爆机，因为呢个游戏咧，我玩咗好耐都爆唔到机。好，帮你。好。我 iPad 的規矩是只是下載一個遊戲而已，當這個遊戲打爆了機之後才可以下載第二個。那我幫你下載。喂，千萬不要下載，這家伙很大可小啊，又有帳號又有密碼，你答應我打爆機才行。我不玩了。喂，你怎麼可以這樣，你答應得過我的，你是不是說話不算數先？現在我不玩了，我要寫作業。如果你不讓我寫作業，我就叫我婆婆。嗱，系你自己讲噶，唔系我逼你噶，你自己话要做作业噶。哎，啱啦，到你哋两个玩啦，睇你哋坚持得几耐。叔叔，这不好玩，好无聊。一个咩游戏嚟噶，都唔好玩嘅。咦？喂，人呢？喂！干什么？吵什么吵？谁家的小孩？放假没人管了吗？朱司呢？白虎精！喂，朱司，老左啊，有冇见到咧三个 V 娃鬼阵嘅小朋友行嚟行去？我何止是见到啊，都在我这个门口鬼哭狼嚎了半天了。你干嘛没过啊？是不是你负责管他们呢？啊、那你要带好，你晓得吧？我正在写小说呢，他们一吵的话，我这个灵魂都不是，我这个灵感都没有了，你晓得吧？我不要求嘞，你敢不敢？你这个主意行不行？该得啦，那试一下。
我啦。这叫什么呀？以毒攻毒啊！吵得非常卖力，但是还是不够声嘶力竭，不够歇斯底里，不够地动山摇，所以要扣你们的钱。啊什么呀？本来说好10块的，现在只能是给5块。嗯，我们不干了。那你们就这么不干了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卖力，而且还要给你扣工资。你是黑心老板。我怎么是黑心老板呢？那这是你们的工作不认真造成的呀，所以说那就要扣钱的呀。那我们走吧。走。哎，你们就这样走了？哎，真的不干了？我这你这招真灵啊。有什么讲啊？这些全部人都是斗争经验得回来的。高，实在是高。嚟啊，写小说啦！秀文啊，哇，你真系认真叻啊！你真系估唔到，你凑咗阿小龙几日啫？哇，佢将啲假期作业冚啲都做晒啦！我喜儿都系啊，佢以前啊好中意食嗰啲垃圾食品噶，诶，仲有雪糕啊，哇，见到好开心噶，诶，而家俾佢都唔食啊！真系啊，哎呀，你到底有什么方法的啫？啊，系啊，才短短几天，这些小孩大变样啊！哇！其实好简单嘅啫，你只要将佢嘅兴趣变成任务，咁啊搞掂噶啦。喂，你谂下，佢做一单嘢，如果压力系大过兴趣嘅话，佢实唔制噶。我哋一逼佢做，咁啊搞掂啦吓，做唔到噶嘛佢。我明啦，即系点？即系将啲兴趣变成咗工作，哦，佢就冇晒兴趣啦。冇错啦，搏命推住佢做，放任佢做，甚至乎咧设定埋目标等佢完成。到时候目标达成唔到，佢做唔到咯，咁啊搞唔掂，咁佢自然放弃噶啦嘛。呢啲叫做咩啊？呢叫做即刻要佢放手法。哦！哎，小龙啊，睡觉啦。我不睡，我还要看。你仲要睇啊？嗯。啊，好啦，咁啊，你再睇3个钟吓，然后你先瞓，我瞓先啦。哎，顶唔顺。3个钟。系啊。唉。看住啊！睇住妹妹啊！喂，阿妹啊，啊，宋云嗰条桥啊，认真使得噶喎吓，我家下唔使同阿小龙撒气噶啦，我唔想佢做乜咧，我就专登叫佢做乜就搞掂噶啦。我阿喜儿嘅情况有少少唔同。哦，点唔同啫？佢咧咪好中意食雪糕嘅。平時就算不俾佢食，佢自己拉去冰箱都偷偷地攞嚟食。哇！佢老豆有佢噶，咁我今次咪用呢種方法咯。點啊？一次過俾佢食10個雪糕，哇！凍到佢啊，面都青埋，屙咗1個星期啊！哎呀，心赤到我啊！唉，咪搞啦，呢種方法咧，睇嚟真係都唔好啱我哋肉。咁啊，咁啊，諗下先啊，係嘛？係咯，係咯。啊，好熱啊，頂唔順啊，一陣翻屋企啦嚇。喂，小龍啊，小龍。哎，好热啦，翻屋企啦，好吗？不要不要，做咩啫？玩咗好耐噶啦，我哋翻屋企啦。我还要玩，我还要玩。嗱嗱，小龙，婆婆知道你好 man 噶，系嘛？嗯。你去玩嗰个，然后威俾阿喜儿睇，好嘛？好。哎，去。嗱，玩呢个吓。好。嗱，你不如咁，我要玩足呢个200下先得，婆婆帮你数下嚟啦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婆婆，我要回家。
呀三，伯伯呀四，我要回家看电视啊。喂，而家先廿几下咋，未到200下噃。我要回家看电视。你真系唔玩啊？唔玩啦。哦，唔玩啦，咁啊，翻屋企睇睇电视，睇足3个钟噶噃要吓。啊，好吧好吧。嗱嗱，小龙，我哋听日去食炸鸡咧，婆婆买俾你。我才不吃炸鸡啊！喂，小龙，小龙你做做，喂，小龙你唔好跑。哎哎，小龙一个人嘅，你婆婆咧？婆婆住啊。喂，小龙，一日最衰都系你啊！吓死人咩？喂，无啦啦做咩闹我啫？就系你教嗰条屎桥咯，而家搞到小龙乜嘢兴趣都冇，连佢最中意食嘅炸鸡佢都唔肯食啊！咁系咪你喺实践嘅过程当中出现咗啲咩问题？咪你搞错晒啊？喂，我实践啲乜嘢啊？系咪嗱，佢中意食炸鸡啊嘛，咁我咪买好多俾佢食咯，食食到佢唔食为止。佢话要睇电视啊嘛，睇够3粒钟，我唔俾佢瞓觉，咁佢最后咪唔睇咯。你佢话要玩沙，咁我话你砌个人头狮身咯，佢又砌唔到，咁佢最后咪唔玩，咪就系咁咯。唉，祝师奶，我真系服得你教官啊！你扼杀小朋友天性嘅本事咧，仲犀利过我宋云啊！喂，有冇搞错啊，祝师奶？好好地一个暑假，日日要人哋踎喺屋企睇个电视，又话要设定嘅目标啊！喂，成个坐监监趸咁款啊！玩咧系细路哥嘅天性嚟噶，你日日咁样啄住佢，迟早佢自闭症啊！咁点算啊？简单啦，你等我带佢去玩。好啊，不过咁，所有嘅经费咧就你出。发现咧心脏有少少早搏，结果啊发生咁嘅事啦。计紧你老豆啲家产啊？呢个系我嘅遗产分配嚟噶。做点好吃的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你咁讲系咪即系话我医翻都嘥药费啊？